小乐高大乐趣，欢迎来到坏选的乐高仓库。前两天我们做了这一盒乐高冬日村庄10267姜饼屋，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今天我们继续来做姜饼屋，这就是这一盒乐高40337迷你版的姜饼屋。那这一盒迷你姜饼屋，你可以看到在这边盒子正面还印了一个限量版的这么个标识。它当时呢是作为赠品在乐高旗舰店里边进行赠送的。转过来你可以看到它背面所推介的呢也是这一盒迷你姜饼屋的原版，就是后面的这一盒10267大的姜饼屋。来，我们开动玩起来。好了，我们这一盒40337迷你姜饼屋完成了。499片乐高积木搭出来的这个迷你姜饼屋呢，看上去还是非常的小巧。从尺寸上面来说呢，你可以看到它只有坏雪这么一掌的大小，看到没，我一掌就可以把它给拖过来。看上去有点像那种迷你街景的感觉。那做出来的这个真的非常的小巧。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搭建时候很多的细节全部都是用了1:1的板或者砖来进行呈现的。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呢，可以说它还是比较好的还原出了10267的外观。既然是10267的微缩版，当然我们一定要把它跟10267放在一起来做一下对比。首先这一盒40337呢，它是迷你建筑，所以里边的这种姜饼人是不可能带的，它是完全没有人载的。其次你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大的姜饼屋呢，旁边这边有拐杖糖的这种路标纸展示，来，我们把它拉起来一点，看到没，这种拐杖糖。而这一盒40337呢，它这边就是完全没有的，这一个细节就丢失了。而且外边的院子上你可以看到大姜饼屋这边是有桌子和椅子的，而现在缩小之后的姜饼屋呢，在里一块也是没有了。这些细节的缺失多少会让人觉得稍微有些可惜，因为这边做一个桌子和椅子来说也并不会耗费太多的零件。同时由于40337是迷你建筑，所以它全套唯一的一片贴纸就贴在了这边。哎，你看这里写着2019，再结合上面的这个标志可以知道这是2019年的圣诞套装。来，再来看一下房子的外观啊，院子的细节我们看完了，再来看房子的外观。你可以看到这边大房子三个顶一个烟囱，而这边呢也是三个顶一个烟囱。猛一看，这些细节都是包括了，但是你注意看大的姜饼屋这边的房顶和这边的房顶是不一样高的，而这边最高的房顶呢跟这边的烟囱几乎是差不多高度。但是缩小到这个小的姜饼屋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两边的房顶变成了一样高，而且烟囱呢高的幅度明显偏大了一点。当然这个是迷你建筑，那有这些小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姜饼屋上面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像这个有圣诞装饰的门柱啊，有一个大大的烟囱啊，有这个尖顶的房子啊等等，这些细节元素在这一套40337里边也是呈现出来了。比如你看门口它也有圣诞装饰的这根柱子，当然门口两个大大的油灯在这边就是没有了。然后之前我们10267说过它的这个窗户，来，我们凑近一点来看一下啊，它的这个窗户是挺漂亮的，用了两种不同的半透明的零件，再结合那种金粉的零件，
结合在里边，看上去的样子真的非常的漂亮。而这种漂亮的窗户呢，在这一盒40337里边也是尽量的去呈现了，只不过受限于零件大小，它每个窗户只用了两个1x1的砖，一个透明粉的，一个透明蓝的，所以这种呈现出来的效果呢，虽然不如大的姜饼屋来的这么华丽，但是这个小姜饼屋上的窗户也可以看到它算是五彩斑斓的啊。也不能算五彩斑斓，毕竟只有两种颜色。但是除去外观细节上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小姜饼屋只能算是一个装饰品，让你放在桌子上进行装饰的。因为大的这个姜饼屋，它最大的玩点在于背后，它有很丰富的内构，而且是分上下两层的，整个姜饼屋的生活环境还原的是非常的到位。但是这个迷你的姜饼屋，大家知道后面就全部都是实的了，一点点的内构都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迷你姜饼屋真的只是还原了一个外观，但是10267姜饼屋最大的这些玩点在这个迷你姜饼屋上并没有很好的被呈现出来。但是这个迷你姜饼屋呢，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原本幻雪以为它上面的这些砖呢，全部都是应该会这样平叠上去的，但最后搭的过程当中才发现呢，比如说像后面的这些墙面，它全部都是一块板，然后上面贴了其他的光滑面板来做成的。你可以看到这全部都是一块块的，看，全部都是一块块的光滑板，那搭出来的效果也就这样吧。总体而言，这一盒40337迷你姜饼屋是一个很好的桌上装饰品。如果你没有10267，想要用40337来品味一下姜饼屋的玩点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要失望。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了10267，又或者你只是想要找一个特别的乐高桌上的装饰品，那我觉得这一盒40337你是可以考虑的。好了，今天幻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了。那这一盒40337乐高的迷你姜饼屋你还喜欢吗？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10267大姜饼屋和40337迷你姜饼屋你都要一起入一下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我是幻雪，我们下期再见，拜拜。